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》课注第714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，这是小库啊，第三小段就一句经文。乐平等，第一个讲净平等。净平等从哪里来的？从心平等来的。心净平等的乐平等就出现了。为什么说极乐世界呢？啊，这极乐从这来的。心本来是平等的啊，真心理念，妄心有念，真心没有念头，理念就真正平等了啊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物质现象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物质现象都不是真的啊。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幻想啊，不是真实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佛在3000年前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。3000年后的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么念头啊也不是真的啊，这个事情科学对于这个还没有能说得清楚啊，念头怎么来的？现在知道这个念头好像是没有原因突然发生的，但是立刻就消失了啊，其他的就说不清楚了。佛讲的比较清楚，佛说念头从哪里来的？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转向前面有业相，业相就是无始无明啊，业相呢就是一念不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觉
是动的，产生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呢，就是阿赖耶的业相。从业相变现出转向，也就是阿赖耶的见分。那从阿赖耶的见分呢，就产生了相分，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见相两分呢，是这么来的。相分是物质现象，见分是念头的现象，就心理现象，我们也叫它做精神的现象。业相呢，那是自然现象。科学把宇宙分成三种现象，这三种现象都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真实的没有现象。真实是自性，是真如，是法性。它不是现象，它没有现象。所以叫它做空。现象呢，叫它做有。三种现象都是有，体是空的。这个空不能当作无说，它有。有为什么不说有呢？因为它没有三种现象，称它作有。但是它能现三种现象，也就是说，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理现象，都是它所生所现。所生所现的是假象，是梦幻泡影，泡影呢，了不可得。体呢？体它没有这三种现象，它是真的，永恒的存在。所以这个体，在净宗里头，叫它做常寂光。这个说法呢，很有意思，说得非常好。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它，常就是不生不灭。永恒不变，常是这个意思。即清净即灭，也就是说，它没有三种现象，这叫即。光，它是光明的。这个光可以说是一切光波的总和，一切光的离体。我们知道宇宙之间的光很多，光波不一样，有长波有短波。用我们眼能见的光波，作为一个标准，比这个光波长的叫做长波，比这个光波短的叫短波。长波无量无边，短波也是无量无边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它存在。那么常寂这个光的光，可以说是一切光的总体，光的本体。它从来没有间断过。遍照法界，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肉眼看不见。
啊，所以用长极光来形容自信，啊，讲得妙极了。啊，那学佛终极的目标也成佛了，证得无上菩提，实际上回归长极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从长极光而来，现在迷了，迷了长极光。啊，修正之后呢，再回归长极光，回归长极光就是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。啊，本经里面所说的究竟极果，啊，回归常寂光，啊，这是究竟极果，啊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循环，啊，从张继坤迷了之后，到最后再回归常寂光，啊，那也许有人要问。回归常寂光之后，会不会再迷了？啊，这个话有人问，在楞严经上，富罗那尊者提出这个问题。啊，世尊告诉我们，回归之后再不会迷了。啊，佛举了个例子，譬如黄金，从矿石里头，矿石里头迷了，矿石里头提炼出来纯金，啊，渣子通通淘汰净了，这个纯金不会变成矿石。啊，举这个比喻。那么回归常寂光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非常灵敏。啊，常寂光是宇宙的本体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的感应灵敏，灵敏度。是任何科学技术都不能够相比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任何地方，他们有一样不清楚，照料啊，遍照法界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他立刻就有应。啊，我们念佛。希望能见到佛。啊，如果这个缘成熟，我们就看见佛了。佛从哪里来？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常寂光变的嘛，常寂光就在面前了。啊，所以他来没有来处，去也没有去处。啊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楞严经上佛说，啊，经上这一些句子，现在科学家逐渐的体会到了，啊，承认佛法跟科学非常接近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。像科学这种速度在进展，啊，非常可能呢。科学家肯定承认，佛教是科学，啊，是最高的科学，它不是宗教了。
那么这些科学家能不能成佛呢？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他跟成佛所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。科学是用数学推论出来理论，再用一些仪器，高等科学仪器观察，把它证明，找出来。所以，它属于知识。那成佛呢？没有这些仪器，也用不着数学。他是用真心，用自信，用禅定的功夫。禅定是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心就定了。他用这功夫，这个功夫有前身次第不一样。在大乘法里头，把它分为52个等级。第一个等级就是刚刚入门，摄性位菩萨里的初性位。初性位菩萨将三界、九地、88品见惑放下了，我们说断尽了，正初心位的菩萨，在小乘呢，就是正初果须陀洹，我们称它做小小乘。这个证得之后，他不会退转，所以三不退里头叫微不退。他是圣人，他决定不会退落到凡夫，但是他没有超越六道，还在六道里头修行。在提升他的位次。跟小乘对比，初果断证功夫等于大乘初心位的菩萨，初果往上提升，二果相，向着二果，还没有达到二果，没证到二果，这个在实心位里头。这是二性位，三性位呢就是二果，那四性位呢是二果相，五性位呀是三果，六性位呀是四果相，七性位是四果，四果是阿罗汉。七性位也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大乘从初性到六性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面。这些人在六道，他们就是人天两道，他不会堕落三途，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罗刹，不会，他就人天两道。天上寿命到了，他到人间来；人间寿命到了，他到天上去。继续不断修行向上提升，证得阿罗汉、大乘、七性位的菩萨，超越六道轮回。他到哪里去了？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，
阿罗汉到声闻法界。啊，他再提升一级，阿罗汉是七性位，八性位呢，就是辟支佛、圆觉。九性位呢是菩萨，十性位呢是佛，是法界里面的佛。啊，这些都超越六道了，但是没有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的佛，天台大师判六级佛，他讲六种佛，十法界的佛属于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是相似即佛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那么真佛意思怎么讲？用真心叫真佛，用阿赖耶不是真佛。也就是说，四圣法界里面的佛，他还是用阿赖耶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必须在这个地位上转八识成四智，他就真成佛了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十法界就不见了，真的假梦一场啊，六道是一场梦啊。到七性位的时候梦就醒了，醒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到四圣法界佛这个地位，转识成智，他就醒了。醒过来之后，十法界不见了，四圣法界没有了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？大乘叫一真法界现前。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你看，十是真实。啊，对前面十法来讲，十法界不是真实的。啊，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的。啊，相宗所说的心，就是自信，真心。能现，能生能现，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这个万法就是指十法界，啊，十法界里头包括六道轮回，下面这个六个就是六道，啊，六道加四圣叫十法界。啊，自信能生能现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他生出来的他不会变，所以叫一真，他不变的。啊，一真法界的人，啊，往生到那边去的众生，我们都称为菩萨，啊，都是菩萨。啊，那么这些菩萨真的无量寿啊，不生不灭，无量寿他不老啊，他没有生老病死的现象啊，没有生灭的现象啊，这个里面也有花草树木，也有山河大地啊，有这些物质现象，但是这些物质现象跟我们所见的完全不一样，我们这个物质现象有生有灭，有变化，他们的物质现象不生不灭，没有变化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称为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精神是阿赖耶的见分。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业相，全是有生有灭。
啊，极乐世界花草树木也都是无量寿，永远不变。啊，所以称它做一真。啊，它只有心性，没有色变。啊，色转变成智慧了，智慧是自性的性德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把它认清楚，它有四土，有凡圣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。凡圣同居土是六道，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。啊，极乐世界的特别殊胜就在这两种境界里头，啊，就是同居土跟方便土，他们通通都是法性土，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啊，这也叫做难心之法，啊，为什么？人没有明心见性，肯定在十法界。啊，人见识烦恼没断干净，肯定在六道轮回。怎么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变成法性身、法性土？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讲不清楚的。啊，佛对于这些菩萨怎么说呢？这桩事情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只有你成佛了，你彻底明了。你没有成佛，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。啊，但是成佛，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八地以上圆教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证到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你全知道了啊。那么佛法，我们肯定它是科学。为什么佛法讲正？你没有正的，不算真智慧啊。所以悟有正悟，有解悟啊。我们经读的多了，看多了，我们相信佛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没有正的。我们是从经典上得来的，啊，是从老师教诲里面得来的，自己没证实，证实才是自己的智慧。没有证得的，通通都属于知识。但是这个知识是正确的知识，啊，为什么？经过老师证实的，这个老师是佛陀。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经过他们证实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修行还不能到第八地，啊，到八地以上，我们就自己见到了。啊，那才是真正自己。啊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得到的？是阿弥陀佛。48愿的加持，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，本愿功德加持，你得到了，这行吗？我们得怀疑啊，行吗？真能加持上吗？能行，有理论依据，理论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
本来是佛，所以他能加持你。你本来不是佛，他加不上。极乐世界的理事都说得很透彻，说得很明白。我们有幸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一生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办了，就能搞圆满了。那么，如果是84000法门，那就是刚才讲的菩萨实现，从初信、二信、三信慢慢往上走，到实信才能够达到十八度。这个时间太长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小乘出果到证得四果阿罗汉，天上人间7次往返。我们人间寿命不长，天上人间，天上寿命长啊！四王天的一天，是我们人间50年，他的寿命500岁，500岁是照他那个算法，50年算一天，算500岁，这样的算法，再上去一层忉利天，忉利天的一天是人间100年。寿命是1000岁，往上去都是辈辈相承。那么夜摩天200年是人间的，人间200年他一天。寿命是2000岁。忉利天是1000岁，夜摩是2000岁，再上去斗率天，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，弥勒菩萨在那边，寿命4000岁，这样你一直算，算到无色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你就晓得麻烦可大了。这个天上人间7番生死是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你才能够到出六道轮回呀，到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、四圣法界，是这样子超越的。脱离十法界，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在华藏世界修行。华藏世界的教主卢舍那佛，释迦牟尼佛的保身。毗卢遮那法身佛，释迦是应化身呐，三身一体，你就晓得要费多长的时间，要吃多少苦头，那么净土宗呢，一生就解决了。
这是特殊的缘分。换一句话是，是无比无与伦比的福报。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自己多生多劫修行得来的，不是偶然的。大乘经里头佛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无论他是修什么法门往生的，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都是幸运之民啊，幸运持名里头又分几百种啊，无论你是用哪一种方法啊，甚至于临命终时才听到佛法啊，听到净土啊，像我们早年在美国有一位周广大先生，啊，是旅美国的华侨，在美国开个面包店，啊，马里兰州，距离华府很近，啊，美国佛教会是1984年成立的，我是83年在纽约讲经，对，第二年，84年成立的，啊，请我担任他们的会长，那个时候叫华府佛教会，啊，跟周广大先生的面包店距离不远，啊，不算太远的距离。他得了重病，癌症的末期，啊，医院放弃治疗，通知他的家人。带回去，啊，告诉这家人，他的寿命不会超过1个月，啊，好好照顾他，没救了。他们什么宗教信仰都没有，这个时候家里人呢，慌张了，啊，到处去找奇迹。啊，看能不能救他了，就找到我们这个佛教会了。啊，我住是那个时候我住在德州。啊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我们佛教会里头有几个热心的同学去看他，看他之后打电话告诉，确实不行，没有办法了，再恢复。劝他念佛，哎，他就接受，这就是有善根的啊！而且告诉他的家人，不要提他了，再去找什么药方来救治，全家人帮助他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佛教会的同学轮流去照顾他，啊，带领他们一起念佛。全年3天3夜真的往生啊，告诉家人阿弥陀佛来接他，真往生啊，火化之后啊，留舍利啊，3天啊，这样方式也能往生，真心切愿。
十念必生，第十八愿证明了，真的是好榜样啊！啊，佛经里头有没有？有，他过去生中也是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没有缘，没有机会，没遇到，临终遇到他能接受？他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态度那么坚决，他真成功。这就是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他多善根、多福德，多善根、多福德是前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修集的。啊，那么这层因缘是他在病危的时候，啊，找到我们佛教会，哎，佛教会去几个朋友给他开导，他完全接受。啊，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！如果不成熟，跟他讲他不相信啊！啊，甚至于念佛念一辈子，临命终时不相信。我也见过。啊，我在台北灵济寺出家。灵济寺有一个念佛会，啊，是一些福州的同乡，他们组成。那，带头的他们念佛会的会长，林道奇居士，啊，他好像是那个时候是台湾银行的乡里。地位很高，啊，老修行，常年常得好，啊，能当为诺，很不错了，啊，发挥的是当为诺，啊，每个星期念佛会，他临终当为诺，临命终时。他不想往生，啊，他送往生也不晓得送了多少次。临命终自己的时候，告诉大家念观世音菩萨，不要念阿弥陀佛。他不想走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啊，这个人就是没往生的。啊，这叫什么呢？少善根，少福德。有好姻缘他不要，比不上周广大了，跟周广大两个比差太远了。啊，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就是早年的我在台湾那个时期，讲经的太少了，他们只会念经做法会念佛，净土是什么他不清楚。他要真正知道净土的好处，净土的殊胜，这个时间这么苦，还有什么好留念的？啊，所以经教重要啊！啊，周广大的人虽然经教是一窍不通，过去生中。二来也对熏湿有种子，啊，一唤起他马上起作用。这个作用是坚定他的信心愿心，啊，一心转念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上下面第24品三辈往生。啊，说明往生的条件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周广大有啊，真心切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头说的，印光大师对这个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说这个是
过去祖师大德没说过。啊，欧耶大师业余道普，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愿意求生，这就是无上菩提。啊，我们自己今天，现在往生有把握了。啊，怎么有把握？搞清楚了。极乐世界真好啊！十方刹土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跟他相比，而且是我们有能力去得了。啊，叫我们爬楼梯，这个事情我们没法子。第一个梯阶层就上不去。第二，初心未改，要把五种见惑断掉，行吗？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能断得了吗？真难断呐！啊，脚下84000法门。门门都要走这个路，都要求这个条件。华念祖老居士晚年的时候，我们往来很密切，啊，每一年，我至少啊，要到北京去3次，啊，我去看他方便，他出来看我不方便。老居士通宗通教，邪密圆融。啊，他的教跟他舅舅学的没关系，跟夏莲老学的啊，他的禅跟虚云老和尚学的啊，他自己本身也是密宗的金刚上师。啊，最后走的时候，念阿弥陀佛走的，学的那些东西都不管用啊！而且常常告诉我，往后世尊末法9000年，除净土宗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可能成就。啊，修禅。大概到以后啊，连得禅定都得不到了，啊，像虚云老和尚还得禅定，没有开悟。啊，不算是圆满成就。啊，虚云老和尚是往生弥勒净土。啊，这个有可能。啊，弥勒净土需要有定功。啊，密宗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，我们那年见面的时候，密宗成就的只有6个人，他说往后可能没有了啊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不用命，他用净土。
每一天堆顶念佛14万声，念了半年，他往生了。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！这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都不是普通人，他们都有任务来的。年老有一副对联，写这个经的附录后面。上联：做事无如念佛好啊。说是无着我识，是讲我们居住的环境的。无着我识，在这个环境里，没有比念佛更好了。自己念佛，全人念佛。下联是此生专为大经来。他这一生到这世界来干什么？来整体无量寿经，就是汇集无量寿经的下老。那么念老呢，他这一生来干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这一桩事情给这一部经做注解。所以这一部经注解完成，他走了。专门来干这个的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我们来干什么呢？我们来流通的，来普遍劝导大家的。我们干这个事情希望大家能认识这部经。能认识这部注解，这个经根注解真正能救人。我们学了十几遍了，在这个之前，我讲汇集本，讲了10遍。3年前，我们把华严停下来，专讲这部经，讲黄念老的注解。一年讲一遍。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一年要讲满300天，1天4个小时。这是第三遍了。我活在这个世界，活一年讲一遍，讲到往生为止。什么意思？劝大家认识这部经，认识这个注解，依教修行，你决定成就。那么其他的宗门教门要不要呢？要。我并没有偏重。很多人误会，好像我专门提倡净土，别的宗派呀，都排斥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我是希望把每一个宗派都兴旺起来。没有机会呀。国内我回不去啊。可是佛菩萨终于给我机会，这都是意想不到的。去年9月，
我接受兰卡的总统邀请，访问九天。九天当中，我们四次见面。我们做长时间来交流。我就提出建议，这非常这么多年来，非常想办一个佛教大学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有的这些宗派，统统融入这个学校。在这个学校里面开课。希望有真正发现的人，把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全部恢复出来，恢复起来。总统非常慷慨，立刻就答应，在我斯里兰卡做。那么佛教在今天这个世界，有3个语系。南传的巴利文语系，北传的汉语系，还有一个传在西藏的，这比较厚的藏语系。那么这一个佛教大学，这三种语言是主要的。在这个学校，三种语言都能通，还要学英语，英语是对外宣扬的。我们的希望，把三种语系的经典，通通都互相翻译。巴利文系的藏经，把中文的藏经要翻过去。把藏文的藏经也翻过去，那么中文这边说，我们也要把巴利文的翻过来，把藏文的也翻过来，藏文那边说也要把汉文的翻成藏文，把巴利文的翻成藏文，然后再翻成外国文，翻成英文，翻成其他国家文字，至少联合国提倡的4种文字，英语、法语、俄罗斯斯语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，再就我们中语、华语，全世界流通这个事情，总统支持，今年我参加巴黎的活动，也是斯里兰卡主办的，总统邀请的，在巴黎办卫塞节，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，在联合国举行的。这个会议完了之后，我到斯里兰卡讲经，6月，通知我，这个大学举行破土奠基典礼，要我一起参加，真干的，不是搞假的，太难得了，大概这一两个月就正式动工了，工程预计2年完成，2006年正月开幕。不容易除这个学校之外，我还想到一个，必须要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。用国际可以，斯里兰卡里面国际宗教大学，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学院。这个宗教大学的宗旨目标是团结宗教。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学习。
啊，要整理出一套宗教的经典，啊，经典太多了，人学习也有困难，啊，现在急着要用360很好，啊，我们这个群书之要360，啊，将来每个宗教啊都搞360，啊，佛教有360。啊，伊斯兰教有360，伊斯兰教360有人在做了。啊，我们提出来，他们听说非常欢喜。啊，希望呢化解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、误会，促成宗教团结，带动全世界安定和平。啊，我别的希望没有了，就这么两个希望。啊，总统大人，我还想那个，咱们要搞个活动中心。啊，活动中心办什么？办讲座，办论坛。这种讲座论坛是不中断的，面对全世界，就是各个宗教不同的这些经典东西来讨论。在这个地方啊。学习，啊，这个是短期办的，啊，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半个月，啊，时间最长不超过半个月，啊，那么这个活动中心用酒店方式来建筑，啊，我给它起个名字，阿弥陀佛大饭店。现在大概已经开工了，啊，总统希望这个建筑明年11月前完工，啊，他11月生日，他要在那里做开幕典礼，啊，在那个地方办个活动，好事。啊，那边现在积极在赶工啊！啊，全力支持！啊，在这个饭店，距离不远，好像是2公里，建一个小型飞机场。那么，从斯里兰卡任何一个城市飞到那个地方，大概都是15分钟，交通方便，高速公路。也把老罗接到这个饭店，啊，从首都到这个饭店开车1个小时，啊，飞机15分钟，啊，希望把宗教都回归教育，啊，宗教徒的就是老师，他不是干别的，啊，宗教的事业就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从开悟那一天起，他30岁开悟，就开始教学。啊，79岁圆寂，讲经300余回，说法49年，没有一天中断的。啊，斯里兰卡是非常好的理想的地方。他们的佛法完全落实了，全国佛教徒占总人口78%，啊，他们的佛教不是口里说的，不是念的，他们应用在日常生活，公族待人接物。落实了，每一个人都懂得经典的教义，都懂得戒律，啊，都能严格的遵守。啊，那么将来在学校学的，你离开学校门口你就看到了，
有这个环境。其他地方办了个大学，课堂里讲的，出去看不见。那达不到，很难达到预期效果，啊，他这个出校门你看到了，啊，他们的社会，他们的国家，那就是代表佛教，啊，以佛教治国。啊！全世界人看佛教到哪里去？到斯里兰卡去看。啊，想听听佛教是什么？将来这个活动中心办讲座，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。啊，那个地方将来的讲座是不中断的，一个接一个。啊，那么担任教学的，就是这一些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老师，啊，他们来讲课，啊，我乐观其成，啊，我也发了个愿。这个中心建好之后，我到兰卡去住一年，讲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从头到尾讲个完整的，啊，1200个小时，我用这个来嘱咐佛教大学，嘱咐宗教大学，啊，佛法讲的是佛理加持。啊，四众同修给我的供养，我全部拿去做建校的费用。啊，我所收藏的这些典籍，将来他学校建好了，全部捐赠给学校图书馆。啊，我的小茅棚就一无所有，清净庄严。清净就是庄严，这人生一大乐事。啊，我们现在看经文。看念老的注解。此心此境，本无分别，尽智一如啊，觉诸尘垢啊，尘垢是代表染污，没有染污啊，尽智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啊，从佛教大辞典。写出来的书啊，所观之理，这叫做净；能观之心，这叫做智。啊，理世迁第一卷书，这个世迁是《法华经》世迁。就是《法华经》的注解啊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“理惑一体，尽智如如。”理是真如，发现。
啊，佛经上很多的名词，也称作地业义谛，也称作大般涅槃，啊，都是讲这一回事情。啊，或是什么呢？或是阿赖耶，就是一念不绝。一念不绝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迷了，他本来是觉，现在变成不觉了。啊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阿赖耶没有自性，自性是什么？自性就是真如。啊，所以离是真如自性，惑就是阿赖耶，它是一不是二。觉悟了就叫离，迷了就叫惑，迷悟破二啊，是一不是二了。啊，那么众生迷了，迷了才从迷变现出来，设法界六道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设法界六道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说有无都不对。啊，你说它无，它真有其实；你说它是真的，它空无所有。就像我们做梦一样，啊，梦中境界，你说它是有还是无？我们用这个做比喻，诸位就能够稍稍体会到。啊，似有理无，相有性无。啊，现在佛教我们怎样的？跟他一样。恢复到自己心地的清净平等。有无统统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教化众生可以说有，可以说无，方便说。方便最后归到真实，就是统统放下。放下便是。啊，没有到时候还不能放下，你也不肯放下，到时候就告诉你，放下便是。放下是心上的放下，不是事上。啊，事上要放下，释迦牟尼佛何必要现身说法呢？啊，你心里用的这个身住世80年，跟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这不叫多余的吗？那叫梦中佛事。啊，不要以为是当真。啊，是一不是二。这就对了。啊，佛做这些事情告诉我们，觉悟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过的是什么生活，迷惑的人芸芸众生，看他们过的什么日子，过的什么生活，他们苦啊，觉悟的人乐啊，不一样啊，他们执着啊，觉悟的人统统放下了。啊，面对众生有啊，跟你讲经教学有啊，啊，讲完之后就无空了。那众生呢？众生讲完之后他还有，啊，佛菩萨讲完之后没有了，空空如也啊，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放在心上啊，这能观的心啊，就是
自心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那个智慧就是这里讲的智，讲的心。啊，心智能观了解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离四不二。就是此地讲的离合一体，尽知如如。啊，下面佛光大师点说，净与知之并称，净呢所观的境界，智呢是能观的智慧。啊，净智合一就叫净智明合。啊，明是默契，暗合是自然的合在一起，是一不是二。又四年初卷四，啊，天台大师有四种四年初藏通别院，啊，有四卷如是尽止，无二无一，如如之尽呢，即如如之智，智即是尽，说智即之处，皆名为般若。这个解释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什么叫尽？什么叫智？啊，用能所来解释，能观的、观察的，这是智慧；所观察的是境界。能观察的智慧是真的，所观的境界是虚幻的。啊，虚幻境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佛经上常说，相由心生，心是念头，啊，相就是境界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把所有现象全都包括进了。它从哪来的？念头生的。啊，境随心转，这个物质环境千变万化，为什么会有变化？念头在变化，它跟着你的念头在转。啊，我们自己不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量子力学家用心良苦，啊，观察物质现象，想知道物质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宇宙的奥秘被他揭穿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物质从哪里？从心想生。啊，那心想从哪里来的？现在还没有答案，只看到心想的这个状况，就念头。啊，好像是没有原因，无缘无故突然生出来的，但是立刻就消失。
啊，这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千年。弥勒菩萨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，都有精神现象。啊，所以精神跟物质是连在一起，是没有办法分开的，就是佛经上讲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啊，念头生的，啊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识。啊，这个识就是受想行识，啊，加上色就是五蕴。啊，五蕴是从念头生的，五蕴才是佛法里面所讲物质里头最小的单位，是五蕴。啊，所有整个宇宙物质现象，通通是五蕴组成的。《金刚经》叫一合相，啊，一是什么？一就是五蕴，啊，是五蕴组成的。我们人身体是五蕴，桌椅板凳是五蕴，树木花草是五蕴，山河大地是五蕴，这个可不得了了。你知道什么不得了？那不是纯物质啊，他会看的，会听啊，会懂得我们意思啊。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啊，美国有一个用意念治病的，啊，世界闻名的休兰博士，啊，去年到我这里来访问，参观我的摄影棚，告诉大家。这个桌子他会看，会听，会懂得我们意思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统统知道啊。啊，这个秘密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发现了。啊，江本只以为水知道，其实所有物质现象统统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它具足五蕴。啊，有色就有受，就有想，就有行，就有识。啊，它不能独立生存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自性变的。自性里头不是受想行识，自性里头叫见闻觉知，这是性德。所以凡是自性变出的一切东西通通都有见闻觉知。啊，那么在我们六道里头呢，就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说人不知道，那是笑话。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啊，你能瞒着谁？啊，小乘二国以上的就有他心通、宿命通。啊，出国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。三国有神足通，四国有漏尽通。啊，我们都有啊，只是闭塞了，有烦恼习气障碍住了，严重的染污，它不灵了。如果把烦恼去掉，啊，染污轻一点，这个作用就显现。
啊，所以一般人讲特异功能，特异功能每个人都有，不特别，个个都有。只要你用清净心，心越清净，这个能量越大。啊，你才能照见整个宇宙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真相啊！啊，真相大白之后啊，你的心清净，为什么放下了？知道放下是对的，放下是应该的，诸佛菩萨统统放下。啊，放不下呢？放不下是六道众生。啊，我愿意做六道众生，还是愿意做诸佛菩萨？不就摆在面前？愿意做诸佛菩萨，放下；愿意搞六道轮回，执着。所以大道啊，简易、简单、容易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啊，中国学问根源叫易经呢，易什么？容易、简易、简单、简易、容易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啊，复杂的人，复杂是科学，那是妄想分别之处，那个东西挺复杂。啊，真正达到不复杂。啊，他什么都了解，什么都明白。啊，真正通了之后，啊，他会跟你讲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尽知也如，觉诸成垢，啊，那就是万缘放下了，所有一切的染污统统放下了，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染污。故云：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如称赞净土神谕，这个称赞净土经，玄奘大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。啊，《阿弥陀经》。两种本子，啊，这个本子流通很少，啊，习惯上流通全是鸠摩罗什翻的，啊，玄奘大师经本有这样一句：“唯有无量清净喜乐。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无量清净喜乐，清净是心，喜乐是法喜充满。啊，无量两个字重要，一切时一切处充满了法喜。我们今天不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充满了烦恼啊，无量的烦恼，无量的习气啊。要知道习气烦恼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不想要它了，放下了，它就没有。啊，那为什么放不下？放下之后，它又来了，这叫习气。啊，放下容易，断习气很难。啊，习气怎么来的？时间太久了，迷得太久了。
真的是无量劫来啊！我们要明了它。那这个习气怎么样去掉？念念是觉，为什么？它一定有念头，不要夹杂着迷在里头。念念觉啊，什么念头是觉？我们今天净宗用的方法巧妙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觉，念佛是觉，不念佛呢就迷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一天睡觉嘛不算了，我们清醒过来，这十几个小时，心里面是佛号多，还是妄念多？如果佛号多过妄念，好境界。念佛往生有指望。如果妄念、杂念超过佛念，这个有问题。啊，要知道，黄念祖老居士大慈大悲，为我们做出这个榜样。就是教我们净念要超过妄念。他每一天念佛14万声，啊，就算是吧，1个小时1万声吧，14个小时。啊，剩下来的时间睡眠休息，这就是超过啊我们的净念超过妄念，用这个方法那我们再想他6年的时间住这个住籍，做这个住籍。6年时间，他心里所想的，通通是这经义，也超过妄念。啊，他要是有妄念，这个住籍写不出来。念兹在兹啊。啊，看这么多参考资料，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啊，他的心圆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佛境界，是好境界，啊，这真正修行了，啊，自利利他了。总而言之，真正修行是怎样把妄念放下，这就是真的。用读经的方法行，用念佛的方法行，啊，古大德教人教初学，叫他背诵经典，什么意思？把妄念放下。不背诵经典呢，他就打妄想了。啊，所以功夫用成熟了，经从头到尾背熟了。啊，背到1个字不漏，一句不错。啊，没有事情就背经，不要打妄想，这叫功夫啊！功夫用长了，用纯了，就得念佛三昧，啊，就是清净心现前了，
清净心先前，这个清净最上快乐就得到了。啊，纵然我们不说最上，清净快乐得到了，法喜充满。这个时候，不能把背经呢忘掉，一忘掉，妄念就起来，要继续不断。啊，念的遍数越多越好。得到念佛三昧之后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，就开悟了。开悟就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往生生死宝庄严土。啊，得念佛三昧是往生方便有余。啊，功夫达不到念佛三昧，多半都是同居土往生。但是不管往生什么地方，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个个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极乐世界你非去不可，那怎能不去？啊，经教可以学，一门深入，一门就是一切门，一切门就是一门。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是真的。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。但是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最后的归宿要回向归色，归到净土。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！看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祖师，啊，他讲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有著作流传后世，妙宗超智者大师讲的。啊，智者大师最后是念佛万岁。啊，所以天台宗的祖师最后念佛往生的人很多。啊，最近的地仙老法师，天台宗祖师，念佛往生。啊，他的学生谭旭法师在香港，也是天台宗祖师。啊，最后也是念佛往生。啊，华严宗的祖师，禅宗的祖师，啊，永明延寿禅宗祖师，念佛往生。啊，所以在世的时候，修学不同的这个宗派，最后啊，都以功德回向求生净土。比比皆是啊！啊，这些人都来给我们做榜样啊！啊，这是说明了极乐世界。你看，净平等，心平等，乐平等。啊，这三个小段里头。最重要是心，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不忘啊，
修心平等，心清净，这是真修行人。啊，平等就是不分别。啊，能在这个境界上，他就有能力修普贤行。啊，普贤菩萨跟一切菩萨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普贤菩萨是平等法，是大愿王。啊，他没有分别，离经诸佛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。啊，在他的心目当中。啊，为什么都是诸佛呢？天台智者大师说得很好，智者大师说佛说六种，六种佛。第一种从理上说的，理即佛，那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理是讲自性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，一切众生本来真的是佛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往后呢？往后从四上讲。啊，从四上讲，第一个，名字即佛。有名无实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迷失了自信，有自信，自信在，并没有丢掉，但是你现在没有见性。啊，你现在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妄心你是凡夫，你不是佛，所以称你叫名字即佛。啊，那么我们学佛的人都是名字为中人呐、啊，啊，有名无实啊，啊，真正。真干，依照佛的经教去做，把你所知道的都落实在工作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那这就深等了，叫观行即佛，真干。啊，你的看法接受了佛的教诲，跟佛的看法一样，你的做法也模仿佛，也跟佛一样。啊，真干呐、啊，真干是观行啊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，名字为重不能往生，观行能往生。啊，观行我真干了。心愿持名，我真相信，真愿意去，我真念佛，所以他容易啊，观行就能成就啊。啊，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，观行不能成就，功夫太浅了。啊，那么观行再往上提升。相思即佛啊，相思即佛不错了，相佛不是真佛啊，说的是谁呢？是性慧的菩萨啊。为什么说他相似？他确确实实的把佛陀的教诲、啊、
通通搞明白了，真的是百分之百的一教奉行。啊，为什么不是真的？他不是用真心，他还是用阿赖耶，用阿赖耶完全依照佛的教诲，相似，很像佛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再提升呢，分真即佛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是暴徒的，是诸。十宝图里面是诸菩萨，一直到等觉菩萨，41个阶位都叫做都是真佛，都不是假的，叫分证，没有圆满啊，圆满只有一位妙觉。妙觉叫究竟佛位啊，妙觉之下的叫分正佛，这两个是正佛，不是假佛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那么天台大师这分作这个六种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从理上讲，我们是真的。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呢？从理上看一切众生，不要从相上。啊，相上知道他是在哪个阶层。啊，我们从理上看，恭敬心能生得起来。啊，对待一切众生，男女老少、富贵贫贱，一律平等看待，都是佛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离经诸佛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个诸佛诸子怎么讲呢？就是天台讲的六即佛啊，六种佛包括所有的众生，一个都不漏。所以普贤行不容易修啊，普贤行是化身菩萨修的，不是平常人没这么大的心量啊。啊，普贤菩萨的心是平等心，是没有边际的，啊，真正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他用真心，他不是用妄心。啊，用这个心来修离经。啊，第二，十愿第二个，称赞如来。离经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平等离经，但是称赞呢，就有分别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称赞如果没有分别，世间人对于真假不能辨别，对于是非不能辨别，这就不是佛法了。所以称赞，称赞真佛，不称赞假佛。啊，称赞究竟佛，称赞分正佛。名字佛绝不存在，观行佛不存在，相似佛还怕人误会，也不存在，他有分寸呐。啊，一般的事情，善的事情，与众生有利益的存在；不善的事情，与他有利益，与众生没有利益，绝不存在。绝不随喜啊，所以他有分寸
啊，所以称赞呢，它不叫诸佛，它叫如来。大乘教的习惯，称佛是从相上说的，称如来从性上说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的思想言行跟发性相应，这个赞叹；与发性不相应，不赞叹。发性是善的啊。那么在佛法里头，三规五戒是善啊，八关斋戒啊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啊，再往上面提升，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这个都是与性德相应的啊。修学这些赞叹，违背这些呢，绝不赞叹。那么在施法，像中国人老祖宗所传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是谁与心态相应，这个赞叹；与这个相违背，不赞叹；有离境，没有赞叹。啊，离境是平等的。啊，赞叹呢，这个里头就有善有恶，有正有邪，就有这个分别。啊，第三个，供养是普遍的，广修供养。啊，这个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界限。啊，你行善，我供养你；你造恶，我也供养你；你没有饭吃，我不能说不给饭给你吃。啊，出家人供养仅限于四时啊，饮食，这是要常供养的啊，一天日中一时啊，衣服三衣，他缺少要供养啊，他已经有了，这就不需要了啊，不也不三衣。啊，那么还有现在都不托钵了，托钵的时候有锡杖，锡杖是托钵用的啊，到施主面前不能敲人家门，敲门不好意思，要锡杖啊，里面人听到锡杖声音，出家人托钵啊，供养就送出去了啊，所以这是就这么几桩事情，生病的时候医药啊，绝对没有金银财宝的供养啊，这些出家人不要的，他们生活简单啊，僧团里面真正出家人确确实实真正做到了民主共产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铁打的长柱，流水的僧啊，常住是道场，等于说是出家人的后勤总部，有什么缺乏的时候总部招待啊，那个地方接受供养，过人不可以啊，过人由道场来照顾你啊，
别人供养的时候，统统送给长主。现在斯里兰卡还行这个制度。这个制度好啊。供养某个人，如果他收了，增长他就贪嗔痴慢。这个果报要承受啊。你把一个出家人又拉回来了，搞明文利养了，他堕落了。他出不了三界，供养的人要负责任。他造的是罪业，而且这个罪业是地狱罪业。所以佛法里些一些基本的常识不能不知道。印光大师一生接受四种供养，他全部用在印经布施，这是好事情。印出来经，人家拿去卖多好，那买的人他会看的。虽然他有过失，他没有害人。过人有过人的因果，因果报应，过自成当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